另外彭博社也报道了，点名四家台湾科技厂疑似驻华为。我们华部长说，四家台厂都是低阶的环保废水处理，不涉及关键的技术。这十月四号到了十月六号改口了，经济部启动相关调查，如果说营业项目不符合的话，那么最高可罚2500万美元。同时，《金周刊》的发行人谢金河表示，彭博社报道很可能是美国受益的，美国特意警告台湾现在成为对中晶片封锁的一个突破口。亮哥，好，看到呢，美国商务部最近公布了这个一个惊人的事实，好，这是华为自主研发的麒麟这个 9000S 晶片，那么当中含镁成分是零。好，这报告证实了什么？就是即使在这个很严酷的一个技术封锁，那么华为还是已经独立研发出世界领先的晶片。那么同时，在先前这个华为的那个 Mate 60系列发表之后，接下来华为新主机的处理器走向，大家也蛮关注的。现在有这个布洛克就来爆料，好，包含了接下来新机的部分，大几率全系都是用骁龙680处理器。那么在预估了2024明年开始，华为将停止采购高通晶片，新机型会全面来采用自家的新麒麟的处理器。那个谢金河那个叫典型的胡说八道啊！这个四家公司通通都不是半导体供应链的公司，他们只是做厂房，比如说崇越，崇越他是做水循环，他是做废水处理的啊。那汉唐是做无尘室啊，那亚翔是做设备厂房啊。真的，而且亚翔他在大陆就有公司，他还两岸都上市，那搞不好他是用大陆公司去做的嘞，啊，所以我跟你讲啊，美国的媒体啊，就只有彭博这个记者恶意写这个新闻，美国没有一个媒体跟进啊，结果我们台湾的报纸都登头版头，我觉得台湾的媒体真是悲哀啊，啊，人家是一个记者要恶意搞你台湾啊。结果你把他当圣旨啊，是啊，美国官员都还没有讲话，欸，那你就已经完全跟进了，啊，那还要去，这个还有一堆人还要做评论，那些人实际上都在反映他的意识形态了，啊，谢金河在民进党中央党部演讲过啊，还一度传出要当不分区立委啊，还可能入内阁啊，入赖清德的内阁啊，啊，那这些人就是完全反中的嘛。事实上，我跟你讲啊。美国他在做半导体制裁，就是大陆做不出来的技术，然后你卖给他。比如说台积电，台积电七奈米不能卖，啊，这四家在中国大陆做的业务啊，大陆都有相关的厂，都可以自己做啊。他只是公开招标，然后人家标到案子啊。你以为无尘室大陆都不能做吗？废水处理到大陆公司都不能做吗？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市场竞争而已，然后台湾的公司得标，啊，这个跟半导体制裁大家有没有违反规定，这完全是两回事嘛。所以我觉得啊，我坦白讲啊，王美花也是有点为难，因为一定是美国叫他，美国一定是直接通知这个，就是国安会看到这个新闻嘛，所以他们要注意啊。那事实上，今天那个蔡明燕啊，国安局局长也出来讲话。他说：“经查，四家公司并未违反美国的相关规定啊。”那王美花第一时间也是这样讲啊。那后来又加了一点，大概我觉得就是要做交代了，就是说有没有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那就是说你是不是写你实际做的跟你的投资目的不合啊？是。那这个当然合啊，因为他们做了，他们登记去大陆要做的项目，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对。就是废水处理啊，设备厂房啊，还有这个我们说无尘室啊等等嘛，啊，所以我是觉得哈，台湾的媒体真的要有一点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啊。我跟你讲，韩国媒体就绝对不是这样，美国写什么我们就跟什么，而且美国只有一家媒体叫彭博，连《华尔街日报》都没写，那你全台湾的媒体都跟，还放头版，对啊。对啊，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我跟你讲，我在看韩国的媒体，在美国那个时候要求台积电啊，还有这个三星啊、海力士啊，要配合做半导体制裁嘛啊，韩国的媒体是站在三星的立场，希望
韩国政府能够帮三星争取更多权益啊，而且我现在人家争取到了，是，本来不是说延一年吗？结果人家现在争取到无限期啊，那请问我们台湾政府有去帮台积电争取吗？台积电现在还是延一年呢，并没有比照变成无限期耶。你从这里就看出韩国政府、韩国媒体是站在韩国企业的角度思考问题。我们台湾不是嘛？我们台湾这个政府就是基本上碰到美国爸爸讲话就不太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嘛。那台湾内部一大堆反中的各种人啊，各号人物啦，就会夸大他的效应啊，把一个财经媒体一个记者写的文章当作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啊。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美国商务部对这个做任何发言，没有。所以我觉得台湾真是很悲哀啦，就是非常悲哀啦。是，好，就跟着一个蓬勃。对啊，就只是一个蓬勃啊。对，我们没有看到其他大报在跟进嘛，没有嘛。是，那可能就是蓬勃的某一个或两个记者，对中国非常恶意，然后就。他去深圳，然后就开始啊，看到台商在这里啊，我就把你写进去，就是这样嘛。是，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